老家有电没网，想装个摄像头来实现远程观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，这款就可以实现。海康这款小球机呢，价格不贵，晚上并且是彩色画面，而且可以实现双向对讲，这是麦克风，这是扬声器，这边是指示灯，这是补光灯，红外和白光可选，下边是插 TF 卡的位置，盖子打开，这有个复位按键，这是插 TF 卡的，下一步给它通上电，补光灯亮了，启动需要1分钟，这时候是在自检，不用管它，等它提示就行了。相机启动成功，等待注册平台，大约需要20多秒。已注册到平台，请使用手机 APP 扫描机身二维码添加相机。这时候扫描二维码下载海康互联 APP 就行了，我已经下载过了，咱们直接打开。打开之后，咱们直接点右上角这个加号添加，然后扫描机身二维码，提示短按复位键。提示正在绑定设备，大约需要30秒啊。添加成功。这时候点完成就行了，这就出画面了，添加很简单。装到了架子上，咱们看一下效果。打开 APP， 咱们横屏看。这是用手机在操作云台，它可以来回的旋转，我把灯所有的灯都关掉，这是它自身补光灯拍出的效果。它这款呢是内置 4G 卡的啊，所以说你不用外插 4G 卡，流量套餐直接在 APP 里就可以选择。打开流量管理，这里边有各种套餐，根据需要可以选择。刚才图像我选择的是标清啊，它分标清、高清和超清，400万像素，这是它的型号。好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